男神驾到，全场尖叫！大家好，我是解说楠楠。喜欢楠楠视频的，记得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。然后呢，楠楠的新建的 YY 群，大家可以加一下，还有这个 QQ 群。我会每天晚上把最新视频的链接发在这个两个群里面啊，大家希望支持一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草船区的一个战力榜上的大神，叫一夜。他就说三万多战斗力啊，第几来着，第四还是第五，反正是前十，我不记得了。那你看我们叶大神是拿了一个梦珠，走一个下路单下，选择一个属性点，优先做出了一个天辉石，一个补刀棒，没有选择做血，而是一组树一瓶蓝。我方队友是这个魏延、梦灵筒、周仓，加上一个赵云。看我方周仓是准备兑现下路的意思啊，先给自己加了一个光环，是不是这是梦珠这是要给周仓拉野的节奏啊？不太清楚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形式。你们说这个长柄是这个三周年的这个好看，还是那个大力神兵比较好看一点？我现在是很纠结，我曾经因为这个问题跟我同学吵起来过。我说这个大力神杯好看，他说长柄的好看，他说这个三周年好看。我们看，我们直接是把这个侦察灯插在了我方野区高地这里。现在是没有加这个技能点的。对，最近那个口袋梦三国是更新了，大家可以下载一下，然后呢是可以这个挂成就助手的啦，离线挂。那滚了一下文英，我方队友继续在滚啊，我们梦珠没有继续在滚。大家可以在口袋上加一下我的好友，我的 ID 呢是发在这个 YY 群的公告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如果还有不会的话，都可以这个私聊问我。你看梦珠是准备走一个野，先点了一下自己的 W， 去回头吃了一下树，补给一下血量。可以看出现在这个网络状态是比较卡的，刚才是有了几次小卡顿。可以看出现在是有天辉石，A 人的话还是可以的，这是到达一个二级，直接把这个要不要吃掉？补几口树，继续 A 他。看来一会儿应该是选择吃一个大野怪。也看出现在这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卡的，直接吃了一个大野，到达一手三级。我真怀疑他一会儿打着打着就容易掉线儿。此时天辉石是个二级的节奏，继续在这里待野，打到一个两分钟，我方没有一血爆发，过来拉一波这个野怪啊，这个卡的，过来滚一手，跟这个众多小野怪们抗争，好多好多小女人啊，我们梦珠这下子特别开心，又是滚了一手。我回走直接是被野怪给杀掉了，哎呀。打到一个两分半，人头比数1-1，我方队友是敌将讨伐，带走了对面黄忠，刷野给自己来了个快速回城，刚刚回家也是做出了一个侦察灯。你说滚了一手啊，后面的野怪是非常逗逼的，直接往后退了一下，简直逗逼。继续往回上，准备拉一波这个大野。可以看出自身是吃了野怪以后变大啊，变得非常的雄壮啊，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男人担当的老猪。继续吃这个大野，回头滚啊，继续滚，继续滚。
只是在三分半做出了自己的这个水鞋，加上一个小铁盾，看来是要一会儿做出格挡。嗯，打野终于到达一个六级。这波也打完是要回家补给一波的，现在状态不是很足，身上也没有补给。嗯，直接是运过来一双水鞋，一个水鞋蓝瓶补给一下，回家的这一个瞬间啊，就去打一下这个大野，吃一口，应该是可以带走他的。嗯，可以带走这个二级的小勇士啊，小勇士往家走。他要回到家以后就变小了。我方梦灵等直接造成一个双杀，可以的。看我们队友还是比较给力的。其实这一盘是把路人，就是那个随意打的一场路人啊，就随便进个房，完了嘎一加入，嘎秒开，完了就嘎，哎，就这么个情况。看打到一个五分钟。人头比数6-4，看一下我们赵云应该是刚刚无奶茶的赵子龙逃过来，感觉他逃不掉了，直接是死在了对面的这个张角手里。然后梦竹是依旧在这里打野，哎，确实卡啊。哎呀，这卡的真是。来到边上的小野区，这是准备做出自己的格挡，啊，买了一个这个雪域，然后队友周仓和魏延来到下路拆着这个一塔，看一下这个塔能不能抢到啊？是直接被周仓给带走，过来滚一手，继续发展自身的经济。回家一趟，不要回家啊，来野区一趟。继续吃这个五级的这个山野勇士大勇士，这个卡的我录的也好闹心。河道有个神力晶圆，这不打团都这么卡，那一会儿打团前那不就完了吗？看见打团了，完了你过去了，等你卡完以后自己在血池子里死了，就直接在六分半的时候把自己的格挡做了出来，现在也是非常缺蓝的。原来大神玩梦之物也缺蓝啊！我自己玩的话，就特别喜欢吃东西啊，不管现在是不是满状态，碰上树、碰上边、碰上怪我就吃，然后就吃的自己没有蓝了，直接把这个格挡做了出来，应该是回家补给一下蓝量。此时血量是一个1300的节奏，打到一个七分钟人头比数9-7。那对面董卓是勾掉了我方梦灵桶，也是把我方梦灵桶的大家特杀给终结掉，直接这个蓝瓶补给一下 TP， 看这是要 TP 到哪里， TP 到上路支援队友，来到对面野区干一波，直接我方赵云在野区完成一个三杀。对面是三个人过来，先是针对一下张角，直接是七分半的时候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头，放起了大招，继续到后面要不要滚文扬一手，没有准备塔下强杀，而是机智的往后哨了一下，吃一下西瓜，表示队友们快过来投靠我，快过来舔我。继续在上路勤勤恳恳的补兵，回家一趟啊！中路感觉又要发生一波有力团战，我方周仓抢劫了对面的董卓，我方因为在后面一个封路带走了文扬，
来到中路，莫林总是打一个前排，这边在滚着这个张角，直接是能不能带走他。张角磕了一口灵玉，但最终还是死掉。回头有个董卓，魏延一个大招直接崩掉了两个人头，双杀。魏黄忠一个减速给杀，带走了我方魏延，也是一个双杀。这边梦珠过来以后，发现自己的队友都死了，然后自己无情的也是死掉了啊！看这个人头，花落谁家，直接是由对面的文扬给带走。怎么过来一下队友都没了呢？为啥呢？这是为啥呢？这不科学呀！此时身上有这个2000多精简。啊，来到上路，赵云又是无奈战胜赵子龙了，过来一顿窜，直接 TP， 哎呀，被黄忠直接一个减速射上啊！黄忠是连斩三名将，大杀特杀，打到一个9分钟人头比数15-12，那对面黄忠的意识还是非常的可以的。哎，莫珠继续来到上路啊，也是不怕埋伏，在没有队友的情况下啊，深入这个叫什么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过来继续滚一手，到达一手11级。他身上这是2600经济，这是要直接裸啥呀？不能是直接裸烧刀吧？我觉得不能。啊，好吧，行，我只是猜猜而已，不止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。我瞅着驾照，真要直接裸烧刀。哎，野怪呢？妈蛋，野怪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碰着个董卓！哎呀，后面黄忠减速给上一顿射我们呀！你们继续滚董卓有没有？董卓是放着抽气儿，这边自己放起了大招，能不能带走黄忠？哎，黄忠又是减速给上，这边董卓是过来直接把梦珠给咬上了，被两个人活活给玩死啊！董卓直接带走了我方梦珠人头，这边赵云迟迟的过来支援，董卓磕了口灵玉，继续窜窜窜，能不能带走他？我典韦直接一个赵大啊，好大啊，直接救了对面这个董卓一命，推一下，直接赵云走掉。黄忠最终还是死在了我方周仓手里，花落谁家是不是？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！你这命里有的时候，你逃不掉的，你就是该死啊！然后梦珠来到中路进行一个补兵，发展自身经济。哎我去，哎我去，这赵云为啥每次就是无奶上赵子龙前就往树林里一猫，感觉自己可萌了，感觉别人都搅得别人发现不了他，演完最终就死的可惨了。哎，继续啊！此时让我这个3600经济，看来果断射裸骚刀，骚一点啊，骚刀！哎，河道有一个飞身经元，吃了一口，啊，放弃自己的飞身过去骚的啊！我们自己是扛着个大锤子，是分两路包抄啊，挺有想法的，这个想法不错啊。比较有思想深度，继续来到这里啊，吃一波打野，就打野啊。可以看到上路的伊塔是没有下的，我们对他已经垂涎很久了。可以看到梦珠是有分身的，梦灵童也是有分身的。典韦过来直接一个大招，不知道我方的梦灵童能不能走掉。对面的支援来的特别的及时，四个人都在这里，梦珠过来滚住两个人，放起了大招。快继续越塔强跟谁？典韦、梦灵童是直接爆死双杀。这里还有一个小脆皮的张角，张角回头甩了一个大，这边坐地就开始吃西瓜。文扬一个大招中断你个吃西瓜，张角的后面一个抽流放的 W 带走了我方梦珠人头。最终是赵云的一顿窜窜窜窜窜收掉了文扬，自己残血也是死在了张角的手里。张角这个小婊子啊，虽然是个小脆皮子，一直在后面骚了骚了的，是不是？一波团战中自己没有死，还收获一个双杀。你看出此时身上是有着1200的经济，打到一个12分半人头比数22比18啊，他感觉眼有点瞎，泡眼啊，继续来这里打一波钱发展经济，应该骚刀出来以后打钱会快一点。里面三个人在群殴我们一个小周仓，哎呦我的昌老师啊，哎呀你死得好惨呐啊，滚一手自己看能不能走掉，应该是可以走掉的。我开大走特别快，董卓在后面一个意识勾果断没有勾到。像我们的梦珠是武王走位知道吗？亚洲武王走位啊。此时已经把自身的骚刀裸了出来，让小鸟直接运过来。
跟屁股后着火似的，这个骚刀，哎呀。哎呀哎呀，有个小红点的是谁？哎，黄忠还抽出个分身啊，过来滚他一手，直接是收掉他，带走了自身的第三个人头。后面典韦直接照大，感觉自己要死，吃西瓜，哎，漂亮，吃。那但最终还是被这个董卓给烧掉，用自己的一个死啊换来了两个队友的逃亡。可以的，莫洛统过来直接抱了一下张角，赵云个窜收掉人头。后面莫洛统也是血量不多，直接被董卓带走一个双杀。这边有一个残血，直接是被周仓给终结掉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梦珠是打了一个三杠五啊，助攻四个，排名第九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可能，不太状态啊，可能那啥啊，可能那个是电脑卡的事啊，对，就是因为电脑卡。后面有个十七小张角，我们莫林总是过来抱抱，抱，短了那么一点点。后面又是武王走位，躲过了董卓一个勾，就在这里追张角啊，漂亮！这次报道直接是由我和莫林总把他给收掉啊，真是你就是该死！后面一个武王走位，哎呀，没有躲掉啊，继续在这里啃起了西瓜。就在这里，董卓是开始了 BKB， 狂咬着我方魏延，直接收掉魏延人头以后，滚了他一下。咱们又是往后甩了一手啊，这次纯粹是瞎勾碰运气啊，缘分勾。这打个路人打个排名第九，哎呀，我就意识到，你说这视频做完了以后会不会有好多喷他的呢？我是喷我的呢，你们喷我就可以啊，不要喷这个主播，毕竟人家也是个。可能今天真是不太的状态啊，可能是电脑确实卡，并人家在这个战力榜上哈，也可能后期呀、说不定后期就逆天了啊，这都说不准的。看一下我们小鸟运过来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小抗魔，小惊喜啊，小抗魔，打到一个15分半人头，比如说30-25。啊，这里包一下张角啊！现在莫林统单杀的张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啊，董卓是过来抽刘凤子啊，直接熏一个人，还熏的他分身。哎呦天，开始 BKB， 直接是走掉啊！文扬也是过来啊，慢了一步啊，感觉就是，哎，慢一步缺一门。哎呀，我方队友被董卓勾过去，直接是死掉了。继续往后面烧一手，这边滚一下谁？滚一下黄忠吧，周华开 BKB 了。董卓在后面又是勾了我方的黄忠一手，感觉黄忠应该是回不来了。哎，不是，我黄忠是对面的啊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对，黄忠是对面的。啊，直接把自己的二级抗魔啊，三级抗魔做了出来。上路莫灵统再一次单杀掉了啊黄忠，开启大招，这边滚一手典韦，看来对面的典韦发展的不是特别理想啊，一个14级。应该这个排名第10的就是典韦了，我是不是特别机智？这边我们齐心合力在拆着中路的这个一塔，典韦直接一个大招照给了一个人，我们赵云。后面董卓一个意识勾，哎呀，勾到我们一个人啊！明显看到我们莫灵统是迎着那个勾就去了。哎，坐地开始吃起西瓜，我们已经是打到一个17分钟，上了对面的一波高地。哎，这里滚手张角，周仓后面抢劫也是过来，抢劫呢，周仓呢死了啊！回头能不能带到董卓？漂亮，收掉一个董卓，终结掉大家特杀，双杀可以的，直接奔到一个排名第7，你可以的。莫林特又是一个爆双杀，此时拿了8个助攻，后面典韦还妄想用自己的 W 啊创造一点可观的伤害，事实证明他想多了。吃过西瓜以后往回走，现在是太缺蓝了，真的，直接把这个格挡换成了大格挡。换成紫色的，哎，回家一趟啊！我跟你们讲一下我天天的作息时间，就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我一般就是那个白天从早上6点上学上到晚上5点。完了5点放学以后，到家6点多，全吃完饭收拾完了6点多，然后开始做视频。
录完视频以后将近七点，然后在群里唠嗑，然后唠到八点以后接档，在频道接档，然后接到九点我就得睡觉，天天就是这个作息。然后视频呢就是七点做完以后就发上去，发到第二天早上。哎，人们放起了大招，直接在这里滚掉人头，收掉了自己的第七个。所以平时就是你们问我就在吗啥的，或者在干嘛啥的，我不是在做视频，我就是在上学或者在接档。我天天就是离不开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上学，一个是梦三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就不要就是天天问我在干嘛。再一个就是经常问我能不能带你啥的，我真没时间玩，我现在游戏都很少上，我天天就是录视频，好容易有点空就是录视频，自己玩啥，有啥玩的呀？我一玩那完了，那草船无敌了。哎，给我来滚一下董卓，加一捆混血，直接是由魏延带走董卓人头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残血啊，这过来送人头的收掉了自己的第八个，后面张角喷出一个大招，伤害一点都没有，继续点着他，周仓点的还是非常疼的，两个残血，看梦珠能不能带走文妖，直接是由梦珠收掉两个人头啊，应该是烧刀烧掉的，直接来了一个双杀，一波团战打的敌将全部团灭，我军速速推进，打的一个人头比数48-31，也是飙到了一个排名第四啊，看来我这真是金嘴啊，可能最后还会拿了一个最佳呢，说不定了。Such a lady， 过来滚一手董卓，啊，抢劫他一手啊！看一下我们这时候虐血的节奏，全是残血，直接是由周仓在血池门口带走了对面典韦。看一下对面的中路高地已经被我方通关，我们现在是在齐心合力的拿着下路。哎呀，人呢？哎呦我去啊！只在对面血池这里吃起西瓜，你是有多嚣张？有一个残血的是谁？黄忠啊，带走他，虐血的可以的。那已经是下路已被破。哎，这波路人打的还是挺不错的，没想到这个啊，我们路人的操作也是可以的。路人啊，我说如果这场比赛就是如果你这个草船区的，你看到这个视频，然后刚好你也是里面的人，啊，那应该会比较好玩吧。这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啊翻着楠楠的视频，翻着他最喜欢的解说楠楠的视频，看到了自己，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啊，这不是我吗？那天那个梦珠那不是一夜吗？后面等着勾一下我梦珠，继续往回走，感觉这次是走不掉了。要不要买活？是男人你就买活。啊，打到一个21分钟人头比出50-34。马上还有这个十几秒就活过来，此时身上有这个4000多的经济，天威石卖掉，这是要做出一个冰甲啊。一张 TP 一个冰甲。TP 到中路，那对面打的还是挺艰难的，我们只需要上路强推一波，差不多就是赢了啊！而且现在对面打团打不过咱们啊，然后这个塔也拆的差不多了。那董卓是被我方队友净化一手，继续在滚着，周仓又是单杀掉了张角。对面这个有着黄忠的分身衬托之下，显得雄赳赳气昂昂的。哎呀呵！直接是把上路的这个炮塔给拿掉，继续拆上路这个兵营，这里滚了一下黄忠，哎，典韦刷起兵甲，直接是由赵云带走，黄忠开启 BKB 啊，没有继续再跟他滚啊，我们梦珠再肉也不可能去啊，坐地去人家血池，那是有多浪，直接战胜利，我们小兵把对面主基地给拆掉，这场路人也是胜利，最佳是我方的梦灵筒啊，董卓这个梦珠莫名其妙打了一把酱油。这场视频也是录制结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么么哒。